中秋连假，家家户户都在烤肉，艺人于祥全也不例外。连假期间，他带着姐姐于愿起的两个小孩一起烤肉、吹泡泡，没想到家里突然出现不速之客，一只黄黑花纹的蛇直接窜进家中，让全家人都吓傻，赶紧将蛇抓进桶子里，并打电话请消防人员来处理。消防人员到场看到蛇后，也表示这只黑眉锦蛇是宝玉类无毒。于祥全听到后庆幸，表示好险没把它杀了，同时也感谢义勇特工队中秋假期还来帮忙抓蛇。影片的最后，于祥全笑说一家人事后赶紧吃个烤肉压压惊。另外他也提到蛇类是爸爸于天的天敌，爸爸听到有蛇出没后吓得直接不下来烤肉了。而贴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回应，看到这个就想到大热门有一集下雨天，会不会又要被雨天大哥揍了，蛇肉烤起来。今天其实吓的人比这个跟综艺圈这个还要有更大的关系。有我爸啊，你会被这样的，你是说你要吓李雅萍？李大哥，老公，这有关系到我的住家的地方，你要吓你爸，这位家庭失和，你会被赶出去吗？平常你跟于天大哥，你敢跟他开玩笑吗？对，相处模式，我们相处模式其实蛮好的，话不多，可是我爸对我很好，就是我们会开玩笑，然后会讲话聊天。你脱锤犯错的时候，他会屌你吗？其实不太会，不太会啊。我爸是。他都要开始骂，然后他是喝酒。其实我小时候很怕喝酒，从小时候从床铺里面把我拉起来，然后一直把我冷消为啊，重复的话一直讲，一直讲一个小时。你应该体谅他，他在外面已经跟人家讲话讲四个多钟头，对，他跟麦当劳叔叔，要不然就是肯德基爷爷，可能有一度有这种状况，他把我们只差没有到仁爱圆环跟蒋公讲话，对。他可能平常的压力都没有宣泄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会把小孩，然后我二姐大姐其实都会避风头，然后都会避起来，然后我就是会唯一一个跑出来的顶着上，我就顶上来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就听他一直念一直念一阵，有时候就会那种让他抒发一下，实在受不了，然后有时候房间门锁起来，他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，又把我叫出来，你知道吗？OK， 哇塞，真的是有蛮激烈的。那你这次想用什么样比较好的招数？有没有战术？其实讲到我已经有点后悔了，我了解他嘛，是是是，他也了解我嘛，哦，我把他最怕的东西，也是我最怕的东西，一起上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好，看就知道了，来上，直接来看，来看一下。我爸爸，我最了解我爸，因为我爸怕的东西跟我怕的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到底他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我也是很害怕的，我现在看一下好不好？喂，投票出来，我是赶出去。他有恐慌症，恐慌啊！哇，恐慌症，我爸有恐慌症，哇，真的，我真的超怕晕倒了，我真的超怕晕倒了，真的。来，先第一阶段任务要开始。好大，没太大声啊！好紧张哦。深呼吸，吐口气。开门！这个升降梯哦，特别帮他找，也帮他做的，叫树栖啊，懒得爬了。这是 GoPro， 我们现在很适合在网路拍网路影片啊。你刚好吓到吗？
当然吓一跳啊！你这种搞这种东西，现在很流行，你知道那种网络啊、影片啊。其实我想拍一些来对的镜头，家庭又对对。现在很流行那种网络影片，我们从来没有。有啊，直播我自己做的啊。你自己我在选举的时候，选举的不一样啊。这个有那种 family 的那种感觉，那种好那种 live show 那种感觉。呜呜，呀哈！今天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，因为干嘛要给我礼物了？因为二姐这个双喜临门，小乐乐进来，然后你之前不是说好像生了一个不喜欢男生吗？我是说，他要是怀男的，就叫他拿掉。怎么拿掉？哎，礼物可以拿掉，就叫他拿过这个像你一样。像你应该整他，应该整他。不必开箱，来。为什么要开箱啊？开箱礼物啊！气味很怕，你知道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到底是什么？我还想着我，他行吗？怕！好了，怕死！超大一只，你知道吗？会痛吗？我哪知道？哎，好痛啊！哦，去！好了，这饼干谁的？把它拿走吧！讨厌，饼干你看一下，好痛！加了加了！哦，我们的影片哦，点击率破千了！破了！好吓死人！你不要再这样搞。你先去床那个收精一下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哦。哦，热死！你先去休息一下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以为这样就没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大的。还有啊！哇塞！你个神经病啊！没感觉哦。感觉。走开！干嘛？你们谁啊？我们是他的。不要过来！走开啊！不是。什么啦？这在搞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不问我做，是摔了屁股还在痛，还在痛啊！现在是大门的外景。朱宗宪主持啊，对，宪哥主持。朱宗宪在干嘛？叫我儿子来吓我，到家里来，来，我来吓你一下。好厉害呀！当，不是啊，被我打败了。好了好了，去脱掉了，好热哎。四位大门，成功。结束。是，下得很好哎，对呀，哎，谢谢于大哥，谢谢。不是，重点是我自己，我自己也超怕的，拿来做，我真的傻眼。你那个主要是怎么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就觉得卖肾啊，那个肾。所以他后来连那个弹出来他都怕，没有。而且重点是我已经有跟我爸讲说，哎。其实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是哦，有一个外景说是啊，可能就是有要吓到，可是我没有跟他讲说里面内容是什么，我要让他有心理准备，没有，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，我不想让他知道说是让他有意外发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不然有恐慌。是一条白蛇，那个最可怕，没有，因为他这道真的太贱了，他本来是开箱是这样开，对不对？他把它变成爸爸，本来是这样，想要先一点点看他，就他是把它弄成箱子，直接开了，他就蛇头吐出来，这样。蛇还跟他做鬼脸，他你知道吗？我爸整个跌到下面去，对呀，开门还自己软腿，里面也没东西，诚意十足，本席判定成功。